啊，有同学来问我，啊，戒持戒跟念佛是一不是二？念佛就是持戒，持戒就是念佛。为什么？持戒的目的是什么？得定啊。定是什么？小定是清净心，大定是平等心。你持戒，心清净了没有？心平等了没有？如果心不清净、不平等，你没有持戒。你拿着佛的戒律在造业，为什么？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拿着戒律的标准，像一把尺一样，到处去量别人，去找麻烦。释迦牟尼佛看到了会流眼泪啊，你自己的果报在三途啊，你学错了。你不是当机者。啊，尽量尽途了，学了念佛法门了，啊，在学了戒之后，对念佛不相信了。念佛不能消罪业，持戒能消罪业。那么你今天远公大师的这个开示，跟真解里面啊，祖师大德所说的，你相不相信？佛法是圆融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它没有独一，它是任一。结果我跟你讲真话，一门就是一切门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是不是一切门？是的，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承认的，都是这么讲的。啊，一门即是一切门，是理。对什么人讲？对法身菩萨、明心见性的人讲，他点头，他承认，没错。不是法身菩萨不能讲，为什么？不是他的境界，他有分别，他有执着。啊，他起心动念，他用妄心，他不用正心。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是对明心见性人讲的。啊，你千万不要误会了。啊，但是没有明心见性，六道凡夫，他相信净宗法门呢，他等于明心见性的菩萨，我们相不相信？我们相信。为什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就是法身菩萨。啊，所以对他讲可以。啊，对修别的法门讲不可以。
啊，理上讲得通，事上有差别。啊，但是净宗法门，像海贤老和尚一门深入，92年不转弯，跟他讲心。啊，他很快就通达了。啊，上上根人呐，一闻千悟。早年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他说出一部《坛经》。啊，海贤老和尚老师似乎跟他讲了，啊，你明白了，不能说，啊，明白了是什么？开悟了，这一句阿弥陀佛会开悟啊。啊，怎么叫老实念？怎么叫至诚心念？心里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对一切事处世间法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老实念，这叫用真心念。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妄心，妄心念佛也很好，念久了不知不觉的妄心就变成真心了。啊，秘诀就是要一直念下去，不能拐弯，拐弯这个境界你得不到，啊，不拐弯肯定会得到。啊，海贤老和尚得到了，我们看他的秉性，看他那一种真诚恭敬，那是孝敬的，把这两个字都做到了，把孝顺父母、尊敬老师的这个心用在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他孝敬两个字做圆满了，这个真难得。啊，我们要向他看齐，向他学习。啊，这么好的榜样，我们在这一生能够遇到，能说没有福报吗？没有福报的人遇不到啊。遇到了又不相信，这冤枉啊。不能冤枉别人啊，是自己善根福德因缘，不能说没有，有有啊，不够深，不够厚，才有这样的信心。那么这个身后如何在我们这一生把它补起来，这就重要了。啊，补起来没有别的，像海贤老和尚一样，一心专念，放下万缘，那就恭喜你，你会很快补足了。啊，我们看
古往今来念佛的大德，无论在家出家啊，三年五载他就不做了，从什么地方看呢？从他往生了啊，三年五载他就往生了，足了，不在这个世间受苦了，他有本事往生啊，跟阿弥陀佛通了。佛来看他，他要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虽然还有寿命，不要了，在这个世界上多住一天就多受一天苦难了，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就早一天就享乐。那是有智慧的人，是聪明人呐、啊！啊，对于这个世间还有留念的，不是聪明人，不是真正觉悟的人，啊，在这个世间没起名度化众生，其实在活受罪业，哪里是度化众生呢？啊，度化众生这桩事情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聪明人怎么样呢？赶快到极乐世界，在那个地方成佛之后道家慈航来度众生啊！为什么他不受众生，不受这些苦恼，这个人都不受了，他住在此地跟住在极乐世界没两样，他得大自在，他不会迷失自信啊，这样到这个世界道家慈航普度众生，行菩萨道啊。那些人，释迦牟尼佛是这种人，大菩萨、大阿罗汉都是这种人啊，在中国人心目当中，历代一些祖师大德是这样的人啊。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不通达明了的啊。有些时候你不是这种根基，装糊涂啊，不是真糊涂啊。像海鲜老和尚，有时候也露一两手给你看看，啊，让你去反省。这老和尚不是普通人。这甚深法藏，如来甚深法藏，两个说法都好，明心见性没错，一句名号更殊胜啊。这甚深法藏名号统摄一切经一切法，这是智慧啊。识惑认识了，认识之后怎样？下头一句，护佛种性常识不绝，护佛的种性啊，护者维护佛种性有多数
下面念老不厌其烦，把这些说法全部抄在这个地方。那《探玄记》第十一卷是贤首国师《华严经》的注解啊，这个注解所用的本子是净译的《华严经》啊，那个时候八十华严还没有翻出来啊，东晋时代所翻的六十华严啊，《探玄记》是他注解的名称啊，这个里头说菩萨所行名为佛种啊，佛种是什么？是菩萨的行为，菩萨的行为四十六度十大愿望啊，又经引书曰：“法界诸度是佛种心。”啊，这两说正统，都是以菩萨所行的六度万恒为佛种心。啊，下面继续为我们解释，所谓度者，度是度生死流，登涅槃岸呐，故以度为佛种心也。啊，那我们学佛的目的就在此地。啊，生死流。就是六道轮回，如何能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脱离六道轮回，小乘就登涅槃岸，小乘涅槃，阿罗汉真的，啊，大乘菩萨还要不断地向上提升。达到究竟涅槃啊！究竟涅槃是法身菩萨是真的啊！最后法身菩萨最后真的啊，这也叫回归自性，圆满的回归，不是局部。在净宗就是回归常寂光啊，融入常寂光里面这是究竟涅槃啊，真的圆满的发生佛果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终极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度生死流等涅槃根，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虽然平等当中这是理上平等，事上是因众生根性不一样，有的法门适合你修，有的法门不适合，不是叫你一切都修，不是的啊，是佛是教人是学一门，无量法门里头你选一门，一门深入
到什么时候一起修呢？明心见性，法门无量誓愿修。没有到明心见性，法门无量，你无从下手。明心见性的就通了，障碍没有了。啊，我们学一部《法华经》多难呐！啊，学了十年，《法华经》的玄义不知道。学都是学的文字常识啊，佛说《法华经》的精髓别人都没摸到六道轮回没出去涅槃岸很遥远的这是很多很多学法华、学华严的，都是这样的，能说不能行，不是真智慧啊。那我们看六祖慧能大师学法华，啊，法达禅师向他请教，法达是学法华。应该学了十几年了，啊，向六祖请教，学了十几年，没开悟。法华是一乘法，啊，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说过，你学了这么多年了。念给我听听，《法华经》二十八品大家都知道，他念到第二品，方便品。刘祖说：“行了，别再念了，我全知道了。”啊，这就是“法门无量誓愿修”，要有这个功夫才行呐。啊，所以龙树菩萨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他还用了三个月完全通了。四弘誓愿排的顺序，我们要会看了。学佛第一个发菩提心。不发心，佛法跟你没有缘，一定要发心，特别是大乘，净宗是大乘呐。啊，菩提心是什么心呢？救度一切众生的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是菩提心啊！啊，发了之后怎么度？先度自己，然后才能度众生。自己没有度，你度不了众生。那怎么度自己？烦恼无尽誓愿断。用什么方法来断烦恼？持戒修定是断烦恼的。我们现在持戒生烦恼啊，它不断烦恼啊。不学戒，他不知道什么叫烦恼不烦恼，他活得很自在。学了戒之后不得了，这一动就犯戒，啊，动个念头就犯戒，啊，一举一动也犯戒，这怎么办？听说戒是清凉，
戒是自在，我学了戒怎么不自在，怎么不清凉？你没有学到戒，你对戒完全不懂，所以你在那里受苦受难啊，受到老死，还继续搞轮回，还没有搞完了。啊，不是戒不好，戒律是圆融的。大乘教里叫大开圆解。啊，你在戒律里头的大自在。你要是不知道，不能够圆融，那戒律给你带来很多麻烦，带来很多障碍，你的心没有被戒律把它清洗干净，反而多了染污，什么呢？戒律染污你了，戒律动摇了你的心了。本来世界可以得到清净心、平等心，你现在把戒律执着、坚固执着，造成了另一种的染污。你看，世界法染污你了。佛法现在染污你了，啊，戒律带给人是清凉，是自在。现在你学了戒律，烦恼多了，顾虑多了，烦恼顾虑是疑惑。你们也能圆解，那在这个情形怎么办？我想学，老师都找不到。那老师是不是圆融通达的人，开悟的人？啊，持戒通达戒律，没有开悟还是不行啊。没有开悟的讲不圆呢，他解决不了我们问题。啊，所以烦恼无尽是圆的，用戒律断烦恼，就像这个树一样。我们要把不要这棵树了啊，怎么办呢？先把树叶拿掉啊，再把长树叶枝条拿掉啊，慢慢的拿到根，多费事啊。那净土宗怎么样呢？从底下把根挖掉，一棵树马上拿走。你要从枝枝叶叶的慢慢拿的时候，拿一个星期都拿不完。啊，你从根把它锯掉的时候，你马上就拿走了。啊，为什么？净宗是大宗持法门，知道一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一法，从一那里下手，很容易解决。啊，从枝叶上去下手可麻烦了，累死人了。啊，所以烦恼要断尽了，开悟了。啊，悟是本有的，为什么会迷了？烦恼障碍住了，盖覆住了，现在把烦恼习气统统去掉了，就。啊，所以。
持戒目的是得定，得三昧，就是得清净心、平等心。啊，清净平等是定，有定就会开悟，下面这个觉就是开悟了。啊，清净心小悟，平等心大悟。啊，清净平等完全回归到觉悟了，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建立心之后，四弘誓愿第三条，法门无量誓愿学，广学多闻，在什么时候？在断烦恼之后开悟，不开悟只能学一门。学一门是什么？是得定。一门容易得定，门学多了就乱了，你得不到定，你得到是知识，是常识，你没办法得定，更没办法开悟。啊，定久了就开悟，开悟之后才能够学法门。啊，广学多闻，最后圆满成佛，佛道无上誓愿成。